他说要充，借行动电源充电。我现在看到不想，我想要删掉，我不懂你吗？嗯，我会删掉。删掉！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这是我工作。我尊重你，我希望你也尊重我。你要蜜粉的西游记有吗？有用吗？有七点，好好好，有吗？现在刘海，好好好，有用。试试看，我现在刘海超爆，但有。我说你们试一下，好，我们去旁边蹲着一下。哎，不能蹲在地上，不要蹲地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边抱骨的那边，哪里抱？想要坐着用一下，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电话呢，因为坏掉开不了机，我只有把充电宝插电，就才能开，能接我插一下。插电才能开？对，你的是什么接头的？我的是跟你一样，应该。哦，这个吗？你是台湾的。这个。好。你是不是再拍一次？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。啊、哦，好好好。你是拍你这个方向？哈？你是拍自己的方向？哎，我拍前面这边。对，看到我，那什么太阳啊，能用一下吗？用一分钟就行。走。哦，在我可能要用一下，不方便，不好意思。30秒充不了电啊！不用充电，我是开了就把它翻开就行了。怎么了？一个，要走了，好，不好意思。要走了。好，他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走了。他说要充，借行动电源充电。那直播能删掉吗？你现在我没有拍到你啊，我没有拍到你。对，走了。问题是，我现在看到不想，我想要删掉，我不懂你吗？嗯，我会删掉。删掉，我会删掉。没有拍到你、啊。然后我现在又看到他删掉，不然你就你没有拍到你啊，不知道你是谁啊。我不用想，我是普通人，我不想。给你看，你没有入镜。他一直在。你完全，我刚刚都是这个视角，他是拍外面的。你可以不要碰我的手机吗？就是我可以让你看。但你可以回放的吗？可以。我这个关掉。没事就走了，没事，小事情。在香港有事，你知道在日本谁个问题拍到最严重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在日本也不会拍。啊，我这个没有拍到你，你不要这么激动。对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我现在看，我刚刚都录到了，你的声音很大。那我看看，如果没有就算了，我也不打扰你，你们也走。对，我这个都会有 VOD 回放，你都可以去看。对了，也有，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可以吗？我很认真告诉你，我没有拍到你的脸，我不会骗你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回放看一下。我网络上都会放回播，但是要等我直播停了。直播完了，对，可以看啊。这是我的工作。我尊重你，我希望你也尊重我，好吗？那我怎么能看你有没有？等我关台之后就可以了。大哥，你搞得我很紧张啊！我在香港就没有肖像权了，对不对？我懂肖像权，我知道，我在台湾也会被这样提醒过。香港没有肖像权，香港没有是不是？香港没有肖像权哦。但我知道有人不想被拍到。你不想演？对，我知道。好，对，知道。你但是没有，你要好说，好有话好说。你刚你说你在激动，你说对，大哥，我第一次这样被人家大喊啊，很紧张啊，知道吗？我刚刚尽量保持冷静啊。因为我的电话刚刚掉了地下，我要插就开一下，你能帮个忙接一接？哦，你要充电吗？不是充电，我一插开就行。刚刚掉了在地上，现在只要把它插，我里面是有电，但是现在开对，现在就充上电，对。那我知道的名字行吗？那几部其他的删掉了。就给你看那个聊天还是什么？回去看。什么名字？这边好像。哎，你们现在有办法丢那个连结吗？就刚刚那段剪辑，衍生的衍。衍生。对，梨子。对。你是哪一个先走吧？嗯。就这样。对。哪一个梨？哪一个？没有，你就去。随便走啦，搜寻就好。来，我好，立马过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哎，你不要动手动脚的哦。动手，你觉得我现在打了一顿，你报警有没有人帮？
我问你做什么，我是问，我问了名字就走，你不用撵你一直。对，撵你一直，因为他普通话不好，我是请教你金，北京的金。金野岭子，这个。你是港，你拍照，你拍照，香港人。哎，大哥。大哥。OK。拍照，拍照，然后那个是那个退。呢个系咩 app 嚟噶？呢个。退的那个退 ，TWIEHDH。咁你前日直播我都唔想影響你，咁每人嘅生活習慣唔係話點？好，好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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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你们直播当中不要什么发什么 Facebook， 因为知道你们，因为我怕有些人在家乡遇到什么事情，就放在网络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先说我？某我是某事啊，过咗啦，真系明啦嗱，你唔好面咁啲病陈宇峰，因为咧话俾你使咪话六百六十亿，我就可以整死佢，我唔想有同任何有仇。我这边完咗啦 ，OK， 我就走啦，完咗。录音。完结，但都。走，来，去，后面那条街。你先走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